期韩国男团成员有着越来越高的趋势，除了以大长腿出名的男团 KNK， 其他组合有身高超过184公分的 idol。 首先是男子男团 ENHYPEN 的 Nicky， 今年才刚满18岁的 Nicky 虽然是团内的老妖，但是有着184公分的修长身高，是组合中耀眼的存在。此外185公分的 Tomorrow by Together 成员秀彬身材比例相当好，每次官方释出照片时都能掀起粉丝的一阵讨论。 Aquarity 的江明熙和秀彬同样有着185公分的身高，是团内的身高代表，在公开的官方照中，他的大长腿更是一览无遗，让粉丝看了都受不了了。接着男团 EPEX 的 Baekseung 有着186公分的身高以及好身材，简直是天生的一架子，无论什么衣服穿在他身上都能电晕粉丝。最后则是 Tempest 的 Eunchan， 身高187公分的他可以说是四代团中的大长腿代表，九头身的完美比例被粉丝戏称他的胸以下都是腿。这几位 idol 的大长腿配上高颜值，让粉丝们直呼只能爱啦。